12月19日，杨幂现身上海为某品牌手机代言。当天，杨幂以一身红配黑造型亮相，高腰裙搭配尽显好身材。此次杨幂在某代言广告中出演手机一角，第一次挑战非人类的角色。在被问到有什么收获时，大幂幂坦言挺好玩。对，这次演一个手机，对，然后。本来来之前他们说这个叫做前女友的婚礼，我说那我是演前女友还是演现女友，他们说 no 你演手机，我说那然后挺有意思的，这个故事就挺好玩的，有一些反应。在娱乐圈中，杨幂也算是自拍达人了，那么大幂幂在自拍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呢？我自己呀，我喜欢拍半张脸。半张脸？对，我是，对，我也什么呀，为什么呀，知道，就是我老喜欢拍自己半张脸，是有特别来表现，也没有，就是经常一翻自己自拍，手机自拍都是半张脸。随后杨幂和现场的观众互动，现场粉丝也是热情高涨，还有粉丝在现场大声表白杨幂，惹得杨幂都有点害羞了呢。随后现场嘉宾献唱歌曲，现场气氛火爆。一起在